我今天一天都沒有洗頭，辛苦你了，讓我幫你的肌膚沖乾電線。我覺得最近T字位很容易出油啊。這陣天氣熱，你是混合性肌膚，T字位、鼻翼兩側和下巴很容易出油，不如今晚用洗面機做深層清潔吧。好啊。 皮膚可以透花氣啦！咁就好啦，記得配合埋天然酵素緩衝面膜用啊！睇下，8分鐘即刻靚曬。嗯，我已經ready for聽日啦。記得瞓覺都係護膚嘅一部分啊。知啦。